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映，带你关心淡水、新北市、台北市的重要消息。今天上午在淡水红树林捷运站，一名70岁的林姓老翁本来要搭乘捷运前往台北市去找朋友时，却突然的昏倒掉到铁轨上面，幸好当时站内值班的交通队员警刘新瑞小队长立即通知站务人员断电，接着就与一旁的民众一起救人，并且送往医院，最后这一位老先生只有受到些许的外伤。今天上午在淡水红树林捷运站发生了一起民众醉鬼事件，一名70岁的林姓老翁在早上9:30要从红树林捷运站搭乘前往台北渔业台等候列车时，突然倒下掉到铁轨上，让一旁等车的民众吓得赶紧大声呼救，而这时正好在站内值班的交通队员警刘新瑞小队长看到老翁倒在铁轨上，就立即通知站务台进行断电，并且跳下铁轨到对向去与其他民众将老翁救起。9:28的时候，有民众就是高喊说有人掉落轨道，然后我听到我立即通知那个站务人员赶快断电，断完电之后确认捷运站的那个车辆停止，我才配合捷运站人员还有热心民众，然后把这一位乘客把他拉上那个安全的地方。由于在日前的捷运随机杀人事件之后，新北市警察局也特别针对捷运站等人潮较多的地方增派警力，而这一次在红树林捷运站的值班员警遇到老翁醉鬼，员警也当机立断通知站务人员断电并且救人，才没有酿成大祸。跟当时的情况是，这一年约差不多70岁左右的老伯伯，他当时是要从红树林要往台北方向啊，他是要去访友啊，拜访朋友，然后身体不适啊，可能就是，某种生理上方面的不适啊，所以就掉落铁轨，所幸啊，只是擦伤，没有发生重大的意外事故啊，所以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据了解，当时这一名70岁的老翁是要从住家搭乘捷运前往台北去找朋友，不过到了月台时一次头晕昏了过去，加上距离铁轨太近才会倒下去。而英勇救人的交通队员警也表示，当时一旁还有三位女性民众与他一起将老翁合力扶到月台上，也多亏了大家的帮忙，才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记者许端映淡水采访报道。迈向第15年的新北市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将于7月9号到13号摇滚登场，而今天在新北市政府起跑的记者会现场，则是由第二届的海洋大赏得奖乐团88颗巴拉子所带来当年的参赛歌曲，象征经过了15年的岁月，海祭精神仍然在摇滚灵魂中闪耀，并且带领着曾经获奖的乐手还有乐团齐聚，准备荣耀回归海祭舞台。在11号的这场记者会上，副市长陈生贤表示，15年的海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活动，新北市政府竭力邀请曾获奖的优秀乐团或乐手，一同回来海祭这个舞台相聚。今年我们特别以 Come Together 为我们的主题，就是以整个群星摇滚，然后那个冲出水面、那个跃动的力量，来象征一个邻居相聚。所以我们今年很特别哦，我们把历届得奖的我们都请他一起回来，一同来到我们的舞台。数年的岁月让许多的乐团都经历了种种考验，有的甚至已经解散，主办单位费尽千辛万苦邀请这些乐团或乐手重返海祭，仍怀抱着对音乐的梦想及热情的初衷而再次相聚。诚挚的邀请各位，7月9号到13号，呼朋引伴，一起来参加我们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你不只会有一个音乐的飨宴，而且你可以欣赏到东北角非常秀丽、非常奇特那个特殊的地形海岸的自然风景。同时，你一定会有一个难忘的夏天。
师傅表示，象征经历过十五年的岁月，海记的精神仍在摇滚灵魂中闪耀，并带领曾获奖乐团或乐手齐聚，准备荣耀回归海记舞台。谢宏强，市府长报道。淡水区农会今天上午举办了一场拼布班与烘焙班的成果展。农会表示，开办这些家政班，除了能够让大家在这里互相交流之外，更可以交到许多的朋友，也能够学习到第二专长，得到更多的收获。眼前摆放许多的包包与烘焙面包，别以为来到了创意市集，这可是由淡水农会家政班的成员所做出来的作品。淡水区农会今天上午举办了一场拼布班与烘焙班的成果展。农会表示，开办这些家政班，除了能够让大家在这里互相交流之外，也能够让他们学到不一样的专业技能。那我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希望透过这个家政班的活动，然后展现一个成果，然后借着大家一个互动，对跟农会之间的互动，我们希望大家能也拉近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那家政班在淡水农会目前有38班，成员有900多人，他们平常的话对农会的贡献都非常大，平常都在协助农会的各项活动。农会从多年前开始成立家政班，如今已经有38个班，成员总共有900多人。而今天发表成果展的成员说，在学习之前可都是穿针线都不会的人，现在做出了这么多的拼布包包，觉得非常的有成就。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连针都缝不太好的，所以我在错误中，我常常是缝错，就是慢慢的话就真的有成品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是自己 DIY， 就已经都大家很多人都不去买名牌包了啦，也省了很多钱。哎，都像那个自己的拼布包，每次真的是个人的特色，像送人也真的很好，学到很多小点心啊，还有柠檬蛋糕啊，那些饼干啊，很有意义啊，因为一些不会的东西啊，从零都会，那做给小孩子吃啊，小孩子也很高兴啊。而今天来参与家政班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家庭主妇较多，而他们除了在家中打理家事之外，来到农会参与活动，不仅是可以交到许多的朋友，也能够学习第二专长，得到更多的收获。记者许端义淡水采访报道。台湾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抢先上市只要999，再享6大免费优惠，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新北市东海高中的毕业生刘轩莹，因为从小罹患脑瘤还有脊椎侧弯等问题，历经了10多次的手术，举步艰难，虽然长时间病魔缠身，但是他仍然勤勉向学，而这一份坚毅的精神足以作为学生的楷模，因此校方也特别颁发生命之光的奖项来表扬他。拄着拐杖，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辛。东海高中毕业生刘轩莹，因为从小罹患脑瘤和脊椎侧弯等问题，历经10多次的大小手术，虽然常年病魔缠身，但他仍勤勉向学，这份坚毅的精神令人相当佩服。在毕业典礼当天，校长特别颁发生命之光奖来表扬他。他今天能够毕业，而且能够考上亚东技术学院的医务管理系啊，我们学校都以他为荣，所以今天毕业典礼啊，学校特别颁了一个生命勇士奖，东海之光的奖牌啊，给他，我们作为我们学生的一个标杆。刘轩莹在东海就学期间，每天都很忙碌，除了要做复健治疗外，还要兼顾各项课业。但他以乐观的态度面对，
更以自己的例子来鼓励同学，千万不要轻易请假。你看我这样子，那我都没有请假很多次，那你们也不要请，随便因为一个小感冒就请假，这样子课业方面会影响到一点，那你可能就会听不懂。在同学眼中，刘炫莹不但是一位坚强的小巨人，也是一位富有爱心、乐善好施的人。只要自己能做到的事，绝不轻易请别人帮忙。能自己做的事情，他都会自己做，不会去麻烦别人。嗯，然后他也是，如果有别人有需要帮忙，他也是第一时间就是跳出来。他说他身上的每滴血都是从别人的身上，然后捐给他自己，所以他若有能力，他也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刘炫莹在校成绩优异，不但考取多张证照，还考上亚东科技大学医护管理学系。他期许自己未来能成为优秀的社工人员，贡献自己所学，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卢宏采访报道。国小教师要担任主任一职，不仅要通过考试之外，还要上许多的课程，包括了到其他的特色小学去进行参访。而今天就有将近十位的国小主任来到了淡水登工国小参访生态营造课程，并且由校内的小小导览员以专业的表达方式，让这些即将是主任级的老师都成了一日学生，感到相当佩服。由于新北市从国小教师要担任主任一职，除了要通过考试之外，还要上许多的课程，包括了到其他的特色小学去进行参访。而今天就有将近十位的教师主任来到了邓公国小，并且由校内的生态营造小小导览员来介绍校园里面的环境。而这些导览员都以清楚的口语、专业的表达方式，让这些即将是主任级的老师都成了一日学生，感到相当佩服。那我们的蝶园是在去年的九月建立成的，那我们建立蝶园是为了能在学校啊有一个蝴蝶的生态，然后也让同学们还有各位老师可以观察到我们蝴蝶的成长过程。我发觉到学校在做生态解说这方面，我觉得做足了十足的功夫。那特别是蔡晨燕这个同学，他在做蝴蝶导览解说的部分呢，让我们重新当了一日的学生，从头再重新再学习。我想从孩子的学习需要上，可以了解到我们当老师未来在担任主任的时候，可以知道怎么去经营一所学校。今天在邓公国小有十位的小小导览员带领着其他学校的主任们了解学校的生态，而参与新北市教育局诺亚方舟计划的老师则表示，生态营造从成立两年以来，打造了许多学生与自然环境的亲密关系，而这也是学校的一大特色。从这学期开始呢，我们有这个生态小小解说员的一个训练跟就培训，从二年级到六年级。那因为这些孩子本来是从完全不懂生态，到一开始可能也没有什么兴趣，可是他们接触久了就开始有感情，于是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借由这样子的孩子把我们学校的美传达给其他的学生，于是我们就成立了像这样子的一个解说员的培训。那我们学校因为参加新北市诺亚方舟的计划，因此我们有培育了学校的生态营造社的解说员我们分四站来做解说希望呢给这些后援校长留下我们学校生态营造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回忆。今天在学校所介绍的参访行程，包括了学校内的原生植物、蝴蝶区、蚯蚓区、绿廊湿地等等，都是由学校二到六年级的小小导览员展现在主任面前。而学校也表示，希望推广学校的特色之外，也让小朋友们能够有更多的导览学习经验。记者许端义淡水采访报道。为了响应世界环境日，台北市的环保局特别与科教馆合作，举办了一场系列暑期环境教育课程。而首先起跑的就是昆虫密码特展，现场不仅是有2000件的昆虫标本模型以及特写照片，还有美味的昆虫点心，让小朋友品尝，希望能够让环境教育永续扎根。海豚、鲸鱼等各式造型气球缓缓升空，为6月5号世界环境日活动揭开序幕。小朋友将北投绿图、士林科教馆的拼图贴上，希望鼓励亲子在暑假期间一起来参加环境教育体验营，为全球暖化问题尽一份心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他提出来的主题是关注这个小型岛屿 ，Raise your voice, not the sea level。希望呢大家能够大声的疾呼来注意这样子一个议题，而不是让海平面来上升。
台北市环保局为了响应世界环境日，特别与科教馆合作，举办一系列暑期环境教育课程。首先起跑的就是昆虫密码特展。由于全球暖化加剧，粮食缺乏，未来昆虫将可能成为人类的主食。乔大伙一口吃下这道蟋蟀炸麦皮虫，酥脆的口感让人口齿留香。送给他一个，好不好吃？好吃吗？你看到什么东西在里面？蜘蛛。会不会怕蜘蛛？不会。为什么？你看到几只？我不会怕蜘蛛。看到一只。除了酥脆的昆虫点心外，现场还有113箱，将近2000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昆虫标本。环保局希望透过这些互动体验课程，能让环境教育永续扎根，培养民众省能源、惜资源的生活习惯。记者游翔庭采访报道。来自日本的 Hello Kitty 深受不少粉丝的喜爱，而国内素食龙头业者为了刺激销售而特别结合了套餐，推出六款限量的造型娃娃，而开卖前还邀请艺人安心亚担任代言人，希望能够用他的高人气创造抢购热潮。嗨，心雅你好！今天怎么那么高追呀？艺人安心雅扮成小红帽，手里拿着最新的 Hello Kitty 娃娃，一出场，现场镁光灯就闪个不停。这是安心雅首度为素食业者站台宣传新商品。之前也有收集过，麦当劳推出的 Hello Kitty 的玩偶，所以这次可以代言，然后又是童话故事系列的，就觉得很开心，很兴奋。为了刺激销售额，素食业龙头结合日本超高人气的 Hello Kitty 娃娃，推出童话派对系列的限量餐点。开卖前一天，特别邀请人气极高的安心亚担任代言人，希望借由偶像光环吸引消费者目光。是那个童话派对玩偶的本尊，就觉得他一推出我就要立刻收集，要拥有。所以我觉得这次喜欢 Hello Kitty 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童话派对呢是11号早上7点，会依序推出。那每一个礼拜呢会有2款。这六款造型娃娃将分别在4个星期开卖，每款全台限量60万只。一国人风靡 Hello Kitty 的程度，预料又将掀起一波排队抢购潮。记者郭正明、王胜兴采访报道。新北市政府推动社区旗舰计划，瑞芳区共有龙潭、东河、爪峰3个里参加。而今天由东河社区举办的老人共餐时，邀请乡亲观摩学习，加上无烟社区的特色，除了增进健康之外，也凝聚社区的力量。新北市府推动社区旗舰型计划，瑞芳区共有龙潭、东河、爪峰3个里参加。透过社区结盟，鼓励社区间相互合作及资源共享。在11号当天，是由东河里举办无烟社区及老人共餐观摩活动，吸引其他邻近社区参加，包括三里的志工还有民众，共计有上百人参与。首先就要开跑俩哦，今年是第一年。今年是第一年，啊，昨昏咧咱服务站哦是头一场，头一场来办，啊，今仔第二场，伫阮遮东湖吼，啊，今仔所办的科目啊，就是讲诶，咱的无烟家园吼，提倡无烟家园，甲咱的老人的。社区啊，主办着这个观摩大会吼，这个无烟家园吼，甲着这个共餐老人共餐啦，啊，非常欢迎大家来遮来阮。参观甲指导安尼，非常的感谢。东河里的老人共餐活动一直都定期举办，也有一定的制度和规模，也让前来观摩的社区赞赏连连。另外，为了环境，社区也主打无烟社区。所以这是周理长啊，甲周理事长啊，平时推行这个业务啊，非常好的成绩。啊嘛，恭喜这三里代表咱瑞芳区。取得执行这次的这个任务，相信不是这三里代表而已，这三里啊是一个起跑而已。以后咱各个社区啊，都有迄个机会啊，通办理这个业务啊。市府推动社区旗舰计划，未来希望培育更多社区加入旗舰计划，以达到福利社区化，让各社区发挥互助自助的精神，不仅关怀社区居民的福利需求，更能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谢纯威、瑞芳采访报道。
数位电视的加值服务超级录影机，只要电视播的都能录，操作相当简单，按下遥控器上的录影键，在电视的左上角就会出现一颗红点，表示已经在录影，也能利用电子节目表选取想要录影的节目，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录影键，就可以选择单集录影或是全部影集录影，甚至还可以同时一次录两台。有了超级录影机，暂停、重播、快转，只要一指按下，轻松掌握每一瞬间，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精彩镜头哦。深装超级录影机服务，免费提供500G 超大硬碟随你录。或许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个不可置信的故事。但是对他们而言，这已经是人生中一个想甩却甩不掉的部分。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好，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到了礼拜三，天气形态和礼拜二比较类似，主要呢持续受到热带低压环流的影响，带来比较干、比较凉的偏北风、东北风，所以大致上啊，预计在礼拜三、礼拜四天气形态属于稍微稳定，不会有太剧烈的降雨，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些短暂性的飘雨到小雨的情况出现，特别是在迎风面的北海岸地方，雨势会稍微明显有一些短暂性的降雨机会。就提醒大家喽，虽然说今天、明天大致上下雨的潜势比较低一些，但是外出还是随身带把伞比较保险了。那么预计接下来到礼拜五开始之后，会随着南方的水汽带又会开始北台之后，预计在周休假期又要开始变天了。那么详细的从目前云雨图上面也可以看到，目前在日本的上空一路往西南延伸到巴士海峡，再往南延伸到孟加拉湾，有一个很长的水汽带低压带持续正在发展当中。那么在低压这个热带低压目前也已经移动到台湾的东方海面上面，虽然说它对台湾并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它会为新北市带来比较凉的东北风，所以导致于这种东北风会为这个迎风面的地方会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虽然说好消息的是在台湾的上空这个不会有太剧烈的降雨，主要呢还是会维持比较低层的云量为主，虽然说水汽有稍微的减少，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飘雨到毛毛雨的情况。那么预计礼拜三、礼拜四天气形态都是会比较类似的。接下来到礼拜五开始之后，这个低压快速的往东北方移动之后，减弱成这个温带气旋之后呢，这个西南季风就会开始再度影响台湾地区，特别是这个西南季风啊，它会在南海地区又会开始有一些小低压正在酝酿当中的时候，在台湾附近的天气形态都是会属于比较不稳定的。那么在台湾的雨势呢，也可以看到预计从礼拜五开始之后到周休假期，这个雨势会从南台湾往北延伸到新北市地区。那么在雨量的部分上面也可以看到，在礼拜三、礼拜四天气形态比较类似，主要呢因为迎风面的地方会有些地形性的降雨，像在金山、万里、汐止，还有一些瑞芳、平溪这些地方的雨势会稍微大一些。而另外呢，在山区的地方，南侧山区、乌来、三峡还有新店这些地方，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短暂性的小雨。特别是到了礼拜五呢，虽然说这个雨势啊相当都会和礼拜三比较类似，但是还是会维持大雨等级以下，提醒大家外出的偶尔还是要带把伞比较保险了。那么接下来到礼拜五，会随着这个南方水汽逐渐的往北台之后，在东侧山区的观众朋友们就要特别留意天气形态会转为比较不稳定的，像是在三峡、平陵、双溪、公寮一带雨势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提醒大家到了礼拜五要特别多加留意这种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了。那么在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上面也可以看到，礼拜三、礼拜四受到这个比较凉的偏北风、东北风的影响，早晚的时候属于有一点点凉，感觉上有一点点冬天的味道，但是要留意其实到了礼拜五开始之后，感觉上到了中午又会有一点点闷热了。预计从礼拜五开始之后，会随着南方的水汽带往北抬了之后，到周休假期又要开始变天了。而且预计啊，这一波会从周休假期
一路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天气形态都是会持续比较不稳定的。提醒您，如果在周休假期有安排户外活动的话，也要多准备一些雨天备案，比较保险了。那么最后带大家来到淡水这个地方，有非常特别的银山寺。这个银山寺啊，它是全台湾保有最完整的定光佛寺，从西元1822年开始之后，就一直保有原本的样貌到现在，所以目前是个国家的二级古迹。从旁边的建筑照片也可以看到，它是闽西传统的木造式建筑，非常特别。所以欢迎大家，如果对传统式建筑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如果来淡水走走的时候，可以不妨顺便来这边来参观这个百年古寺喽。以上提供你做参考，我们下次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端颖，祝您事事如意，红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手捐发票救一救植物人，上年中奖下降到7000万，请再支持。